你在黑你了，宝宝。哇！我放了哈，去了。哇，这么多熊猫！等他走过去，那三只已经开始吃了。妈妈在这边，花花。注意啊，小朋友注意啊，注意安全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他们三只在这边吃。快，再镜头来。拿只小狗来。拿只。我要小心一点东西。哎呀，全部排进去。就这样子。就这样子，应该可以的。哎呀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吃东西呢！来了，小姐，你拍照吗？来了，真香！把佳佳放过来。啊，小姐，你记啥吗？佳佳，过来。妈妈，来了。这边就是山羊。把佳佳放过来。看到没？看到没啊？看见了吗？还没停过。佳佳，看到没？看到了。妈妈，妈妈，我看到没？你看到？我看着你看。别着急嘛，看到没有？别着急哈，马上。哦，这有三只熊猫。弟弟在润月的后面。弟弟在润月的后面，弟弟有来。弟弟是吊猫积极分子，肯定。肯定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。家长要注意哦，小朋友不要太乱。你叫他过来。好，等会儿。这个小孩啊。你不能下去啊。我自己嘛，你看人。怎么还有摇头？来。看的太多了，什么兔子？看到没有？真的是在后头，真的是。拿呢？看到没有？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在那里啊？看到没有？有姐姐。加油！加油！哇，还在吃。绿叶和小叶子争起来了。九九，看到没有？刘月也来了。清理小桌板进行式。土匪啊！小桌板，这个小桌板。舔他肚子呀？为什么？艾灸抢了小姑姑的。你看嘛。艾灸抢了小姑姑的窝头，然后润月也来了。现在润月正在打扫清洁，打扫小饭桌。哇！看到了吗？哎呀，天哪！哎呦妈，一只腿！小叶子，哇，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小叶子。看视频。
谁抢到了？艾灸，艾灸，哦哟！哇，他那是苹果吗？他是他的主人喂他的吗？饲养员喂他的呀。是苹果。哎，我好害怕它掉下去。有儿歌，有唱歌。这儿那唱歌有四只熊猫了，算是。这不是有四只熊猫？你稍微对，往里头侧一点嘛。看到没有？我在哪里？哇！好多。对不对？哇，他们在吃水果。耶耶耶！看到没，乖乖？我的充电器掉下去了。哇，超棒哦！在吃什么？我在油跟着吃好，还是？还就还存在，还存在挺久的。看他们在干嘛的了。他们好喜欢那只熊猫啊！他们用鱼竿干嘛？要给他吃呀。他喜欢吃，为什么呢？妹妹，你挤进来了，你就不要动了，好不好？想吃水果呀。他好喜欢吃水果蔬菜。是呀。你看你妈的呀。他妈的。妈妈，快吃，快吃。你看他又在舔了，看到没有？好可爱。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我们就在那看。哎呀，累死了，累死妈妈了。好乖呀，是在那爬着。坐下来能不能看得见吗？过来了，好嘞。哦，过来了一只。我这边过来了一个了。小叶子也去打草。哦，是的。熊妈来了。估计要收进去了，应该收了。对，应该要收进去了，应该往回收了。回来啦！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回去吃笋笋了，润叶，回去了。二哥，回去了。还有银，还有银。回去吃笋笋了，快点。好了没？没有了。好看吗？回去，回去，回雷水。回手水。那你们回去了，都还在那儿。霍爷，喊你回去了。霍爷，回去了。哎，你干好乖。姐姐都回去了。快点，小叶子，跟着姐姐走。快回，跟着姐姐回去了。等等等那个，乖乖，小叶子。霍爷，喊你回去了。看到没有？